远离敌方亚托克斯。 什么叫最强组装？什么叫是？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如果想要阻止灾变，观星者就必须采取行动，不能再袖手旁观。全军出击！甲午排名也没含金量，甲午排名也可以刷呀。我没有含金量，手游这种没有含金量，不管什么都没有含金量。我是谁的钱？玩这些的钱有种神秘的秩序感。 冲来！哎，怎么没到人？隐而不发，命换周身，你是下一个。哈哈哈！隐而不发。 我不是预言者，只是幸存者。命运之约。哎，我感觉我现在太厉害了。我把那几个抖音玩武器的主播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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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不想打而已。我不在这里出生，更不打算在这里。他们捡那些单子也都是我不想打的，是寿终正寝。那些国一国二，他们讲过，感觉我价格太高就不找我打，价格都爱找不找我，价格都你玩的。我只是跟他们没仇而已，我不会让他们打国一，可以卡一个赛季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让人袒露没必要啊。命换周身，大伙应该一起。关心者，我看你漠不关心者才对吧。First blood. 手套。You have slain an enemy. Enemy slain. 没有时间可耽误。这个老板，这老板过了就不打了。不会再。哪有女老板？这心语了。各个赛季打国一武器的，他说他喜欢我的。还有女老板神经病啊，各个赛季打国一武器。实在是疲于奔波。哎，我现在太猛了，波罗，我去，我觉得我太猛了，我靠。预知道。你这号打两天。行动。疯狂。打两天150星了，真他妈服了。开战吧！这是带错了，这是海闪，海闪不影响的。蝴蝶花不香。柔转星移。我只是想避免灾难再次重演。我的领航星在引我去向别处，我得走了。宇宙吃个奶，我吃个奶，我吃个奶就来，干他！我给拦来。生于星空之下，我不要干他了。我失误了，兄弟。Ally slain。哇！哎，对了。Enemy double kill. Ally slain.
无所谓的，就这个小天赋你在哪个？真的，对面有人马，那人马必无敌。你们发现没发现？只要对面有人马，他队友真的就是妈的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队友为什么这么好抓呀？我玩游戏真的从来不会被抓。我还是带错了。玩英雄联盟手游被抓就是菜，真的没别的说的。玩英雄联盟手游被抓就是菜。峡谷先锋和亚龙登场，集合进攻峡谷先锋。因为所有东西都是透明的，你被抓就是菜。你以为专有吗？远离敌方，赫卡里姆。没有杂音，有杂音吗？菠萝，你帮我听一下。这杀了分级没上呀、啊。Enemy killing spree.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Enemy slain. Ally slain. Double kill.Enemy slain. You are on a killing spree. Shut down. 我从不仰望星河，是群星仰仗于我。太厉害了，那太厉害了，我掐了。我跟你讲，我那个视频出来之后，我绝对给武器大师打上半位。如果我把武器大师，我这句话放在这儿，我如果把武器大师打不上半位，我从此退出英雄联盟手游直播间。真的，跟你这样跟你说，我那套出装教学只要做出来之后，我就把武器打上半位。Shut down。失误了。谢谢叶修的礼物、啊、我失误了兄弟，我失误了，我海格斯坦先被拉出来了，要不我死不掉的这波。等等，谢谢哥们儿帮我回家，回家，我出个冰杖，看他怎么打。星星又懂个什么呢？跟我学武器真的找对人了，你们跟别人学武器只能学低端武器。我在路上。注意危险。空。我会回来的，这都是既定的。看到我。我在路上。Have slain an enemy. Enemy slain. Killing spree. 防着的兵。真的，我跟你讲，我如果把武器大师的英雄玩不出半位，我直接退。真的，你看他就有这个。我视频出装出来之后，武器大师绝对上半位。我现在在考虑把这我最最厉现在这套出装天赋交不交给你，交给你们之后武器大师绝对会上半位，我玩不到了，我就这么多钱了，但是不交给你们我就觉得我不愧对这个英雄。这下不是不一定啊，怎么了怎么？我在路上。注意危险。Enemy slain.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Double kill. You are on a killing spree. Triple kill. Rampage. 就是有这么有自信啊！如果武器大师的英雄，
我教学上不了班位，我从此退出指挥科。我在路上。没用，武器现在就是最大的超模。你们跟我学武器，武器就是最大的超模。真的，你们跟我学武器，武器就是最大的超模。他们还玩那群玩武器的打野主播，玩武器的上单主播，他们只玩不明白而已。元素亚龙登场。算了，我还是决定不教你，我教你们那一套更适合你们的出装。知道最厉害的出装了，留给我自己。集合进攻亚龙。我已经联合官方给我做了，官方说这个下个星期给我做，但是我觉得不想教你们。来拿增益。Enemy turret destroyed. You are dominating.在直播间慢慢学吧，我其实留了一手了，不能教死徒弟，饿会师傅，教会师傅厉害。我会教你们上至尊的问题，我会教你们上至尊，但是我不会教你们上峡谷天使。注意危险！来拿增益。这六兄现在的强度完全是够的，我跟你们讲，只有我会玩而已。注意危险！发起攻击，来拿增益。教死徒弟饿死，教会师傅饿死。我在路上攻击敌方防御。好的，兄弟们无敌了，真的，我就跟你们讲吧，这套出装你们他妈学吧，不需要任何操作，学不会真的我自刎归天。我都这么教你们，你们还去看那些玩低端局的傻逼武器，真的服了。我在路上。那武器出法强不出法强啊？谁教你武器出法强的呀？纳什男爵登场。攻击敌方防御塔。Perfect. You are godlike.哪套 ？M V 龙那套，哎，我不想评价那一套。他玩龙哥武器，龙哥自己自身实力太强了，他玩的端也太低了，他出什么都能赢，他就感觉那套好用，你懂吗？他玩顶端局，他就明白那套出装狗屁不是，明白吗？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来拿增益！哎，不强啊，不强！我那个赵刚，我在路上进攻纳什男爵。哎，啥呢这块儿？远离纳什男爵，集合进攻纳什男爵！我在路上。每天都在教啊！吓人！他能学到个蛋呀、啊！自己王者实力天天打个垃圾零一。Allies slain.Enemy double kill, allies slain. 远离敌方，亚托克斯。You are legendary double kill. You are legendary. 什么叫最强出装？ You are legendary quadra kill. You are legendary. 来拿增益。什么叫最强出装啊？真的，没意思。You are legendary ace. 真的，看我学武器太简单了，想上分真的就跟喝水一样简单。看我直播上不了分的，我不理解。Enemy turret. 有什么压力吗？这英雄啊。
来拿增益。我这套出装就是最厉害，谁来也没用，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一点操作，真的。元素亚龙登场。根本就不需要操作，其他但是说毛操作呀，合理的利用出装天赋跟游戏机制随便赢的。来拿增益。用什么操作呀？而且我这是百姓局啊，你当人机局打呢？我在路上。你要是人马，你也会。你要是人马，你也会上啊！你想到这波打不动啊，打不过呀、啊？这百姓局不跟人机局一样简单，根本没有压力啊。你感觉我这套装备没伤害对吧？注意危险！先飞打，我在路上。猪八峡谷，我跟你讲，照我经常的 A 我，来 A 我，来 A 我 ，A 我呗，来 A 我呗，来 A 我呗，哥。你认为我这套你认为我这套出装没有伤害是吧？你认为我这套出装没有伤害吗？根本就不需要操作的，真的根本就不操作的。我一夜红，我就算一夜红我也把乱杀。来拿增益。你说一夜红的呀？你说武器大师需要什么操作呀？你们不跟我学，真的。你说你们不跟我学武器大师。你们居心何在呀、啊？真的，这英雄，哎，没意思。常规复习带啥？复习带什么都行，你得会出装备。我复习都乱带的。Enemy turret destroyed。这游戏需要操作吗？基地护盾已失效。你瞅着，我就跟你讲，现在就是你在玩游戏，一点操作没有，跳上去。先被打一下，触发峡谷，开 E， 别着急跳过去，追一下，别着急，拉开，什么都触发了，原地罚站一会儿，别着急，水银秒解跳就哎呦呦呦，哎嘟嘟嘟抓上 A 一下，闪现过去，呜呜呜，哎嘟嘟，哎嘟嘟，你看吗？需要个蛋操作呀。对，你们不需要考虑无脑袋过度市场就可以了，东西无所谓的，你喜欢用啥就用啥。武器大师有个蛋操作呀，又肉又能打，开 E 跳过去，呜呜呜就抓呀就出来了，你看又没死掉。他掉闪了，掉闪就死了。发起攻击，注意危险！武器大师需要个蛋操作呀，跳出来，别着急。发起攻击。算了，打不龙吧。保持浪喽，打不上。集合进攻，纳什男爵登场。哎，我根本就没认真玩，完蛋呀！这游戏，推荐的真的，你们不跟我学武器，真的白玩。我就跟你们说一句吧，你们要玩武器大师，不看我直播学习，没看过我直播不认识我，我感觉你就是菜。说实话。他们职业选手来了也，他们来了也认可我的武器啊！我龙哥来了也认可我的武器，我龙哥那么厉害，该跟我学武器还要跟我学武器啊！真的，一样的，谁来都没用。不是哥们儿，不是菠萝，哥们儿，你这武器2000分了，20000分了，你在干嘛？你们知道最强的武器是什么？这不就人机局吗？打了40000输出。